跟饴糖进行二次浓缩嘛，啊、嗯，把饴糖进行二次浓缩。哇，师傅，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上我们这个工具啊？上这个机器？刚才赶紧帮他。刚刚扯好的糖放进炒制好的芝麻里进行搅拌，进入这个切割的机器，将我们的麻糖切成这种半圆形。看到我们Xiaogan麻糖的形状就是这种半圆形的。半个小时就可以看到我们Xiaogan麻糖制作完成了。